step back to look at it, realize we never had it. That's how it goes. 各位，我是阿翔，欢迎收看汉堡翔 TV。那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这次的标题要改一下，改为那个汉堡翔繁殖，算是另外一季啊的系列啊的第一集。那我来看前四周，用那个芦荟，芦荟作为介质为扦插的那个榛柏，因为像马铃薯啊、芦荟、香蕉啊，都有一些自然环境的生长激素，那过了四个月，我来看一下，到底有没有发根。我先打开，哇，来各位看一下这里，这绿色的，那我研判应该是发根了。那首先我要把它打开，剪开，因为我每天都有浇水了，每天都有浇水，不像国外那个，那个不一样了。剪了，用的是那个太阳生土，过滤一下，用水泡一下。你看，各位，成功了，成功了。你看，那根没有拉直，长这么长，这么长，是我们需要的。你看，它长侧边，对不对？我那个芦荟是放这样，所以往旁边长，那成功了。你看这边还长，哇，帅啊！对啊，大成功。如果各位的话，没有那个河沙的话，可以用那个手边的芦荟，如果拿起来不要的地方捡起来可以插，先插。你看这么长，这么，这差有50吧？你看超明显的发根了，看了哇，变成这样子，到时候我会放入小盆里面，那继续观察。没有抓到的，我找一下。哇，成功啊，大成功！没有看这一集的话，真的会后悔。可是这样是比较保险啊，一样啊，河沙一样。因为天我是秋天啊，秋天你看冬天快秋天的时候扦插，然后现在是11月，11月中旬的时候，你看这么长了。正常了，成功啦。那我的影片是不太需要用字幕了，各位抱歉了。那我尽量把声音用大声一点，用清楚一点，咬字清楚一点，还是有点焦卤蛋。哇，成功耶！好耶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太棒了，哇哇，真是的啊！如果还没有订阅汉堡翔 TV 的人赶快订阅因为扦插的话需要蛮长的时间还请大家多多支持。对啊，我也会拍一些影片了请各位多多赏脸。记得订阅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